这天是在箱根，我们自驾的最后一天。一早便刚好的搭上了游泸沽湖的船。日本人真的是用心，连游湖船都可以这么华丽。湖面平静，天气也很好。观光客真的很少，船上可以到处看。我们从桃园台港上船，全程约一个小时，会停靠两个点。开船的感觉都要睡着。中途在箱根停港，停靠载人。